好转，让我讲一下。你真的很帅哎、欸！他说我唱跳歌手哎、欸，财帅罗志祥哎、欸。不要不要！哎、欸，我都已经低下头来跟你告白了。低下头？啊，不对，弄错了，不是低下头。可是我们明天再舒服一点没关系，因为我对我算了，还是要我还是去找别的男人啊，找别的男人？那我要去找我的白。没有。白马。我刚才没说。公主。我要看我的白马公主。啊，我好想哭哦，宝宝。为什么要哭啦？你不是说你要去找别人的？可是你知道你有看过童话故事里面的睡美人吗？睡美人？对啊，睡美人。哦，有啊，有看过吗？我好想跟他长得一样漂亮。那你长那样就没救啦、啊！高手变啊，快点！高手变！十八年，我觉得我还不错。啊，你还不错啊！我绝对不会是那个白马，我是黑人，我是黑人。你这太对，我怎么没有想过他是黑人？我也是想到你这个黑又肥又胖又壮，我说我刚刚想要称赞你，可是其他无我不。我也是很壮的哦。那下面你都被压死了。有点脏。对不起，我错。可是我真的要去找我的白马王子，我也不想。那我要去找我的白雪公主。好那我欢迎队伍剧。心魔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
半兽人的小白鹿，并在森林里面讨厌他，直到迷惑了王子心念。哇，好正妹耶，小姐们
交给现场的。开心啊！不是。是的，记者现在来到台中后里，洪叔叔在里面，让我们访问到洪姐姐。洪姐姐，请问你对这次的事情有什么看法呢？完全没有画面。没有画面。完全没有画面。那弟弟是不是要念难过吗？完全没有真相。完全没有真相。完全没有真相。跳针，你不是洪姐姐吗？对，我是洪姐姐，等我一下。其实如果没有中秋这件事情，我也不想出来面对社会大众。我也不想活。就这样。那访问就到此为止，让我们当假装画面还给旁边主播。刚被长官弄得好累哦。哎，听说楼上有那种金钱豹可以去走一下呢。Oh, all right.
你未歹啊，啊，你在我。我未歹，赶紧，我看我红仔要出来。红红牌哦，红牌，紧提出来啊！赶紧，大家一起跟我叫姐姐，他们就会出来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
群巨人们刚刚说，他的葡萄晶莹剔透，而且很大，巨峰葡萄。他的香蕉也很大，而且也有成熟，大地揪。然后他的香蕉就分叉了。
样动态的比完，我们来比个静态的。比什么啊？我们就来比堆积木。好啊。好，来。我不行了，我